Boss， 为什么要为了一点小事跟你的情人闹翻呢？在我看来，他的那些小恩小惠根本就是妇人之仁，害人害己。可是他是我们回天庭的关键，您就相忍为国嘛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生气。生气？对，生气了。Boss， 生气是什么感觉？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。心跳好像加速了。全身肌肉紧绷，好像一种蓄势待发的冲动。内心深处好像吃到酸酸的东西，还有点苦苦的。啊，酸酸苦苦的又用力，听起来好有趣哦。就是挺有趣的。啊 ，Boss， 既然这么有趣，您又是神明，那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。不要。